新概讲义420页，七，等于是最后一个大段落，最后一个段落。为引导众生故，以世俗的假名来说空，那也不应该着空见。一切法不可说为引导众生故，佛以方便力，那么来分别说嘛。那导师接着就引《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这几句文，那里面有提到《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第十七卷，卷十七，这个可能是在讲毗婆舍那嘛，因为这边有提到中观嘛，中观智者。善巧方便通达二谛，抉择令无相为气息，能得诸佛究竟密意。由此因缘于智大师及佛身教时，升起稀有最大恭敬，发清净语及以大音声述说宣告。诸聚会者因知性空之空是缘起意，非作用空无事之意。就引这一段嘛，性空，这个空是什么意思？指的是缘起嘛，缘起无自心。那这样子的空呢，它也不是所谓的断灭空嘛。那底下非作用空，不是没有作用，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大概是用空形容那个作用啊，然后无事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嘛。那导师也是广学多闻嘛，连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一段都能够引用进来，因为当初广论在翻译的时候，导师也有参与嘛，有没有？有参与法尊法师啊，他有好几年的时间都跟法尊法师在论道。但是论道归论道，论道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因为学习的背景不太一样，法尊法师是在西藏那边留学嘛，所以就是以藏传的那种思想会受到藏传是那种佛教思想的影响嘛，那导师都是接触汉传佛教这边啊，所以各自背景不一样，所以有些看法也不会一样。但大致上对于一些比如说藏传的中观瑜伽这些学派，那藉由跟法尊法师的论道也会了解到很多嘛，是不是？那这边就引用广论。那么这样子的性空只是啦，性空的空义只是无自性的无有自性的无自性嘛，这是无自性的意思，所以空性也是无自性。我们讲缘起是无自性嘛，那我们这叫空，那空也是无自性嘛，一切法无自性就对了，包括空性嘛。所以中论第十三品，观行品，它这是第八个偈颂，所以可以写一个十三支淋巴西滴。它是第八个偈颂的第后面两个，这叫西滴嘛，小写的西跟小写的滴。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呢？没有一个不空法，就是有法嘛。那个有法是无自性的，那个所有的法，那实际上是无自性的，不是说因缘没有。因缘是有，
但是它实际上是无自性。那连不空这个有法都无自性，那当然相对的空也是不可得嘛，也是无自性啊。就是说真正的所谓的空性啊，那个生一地，它是超越空跟不空，超越有跟空嘛，不空的有，还有这个所谓相对的这个空。所以不管空或不空的法都没有实在性，没有自性。那接着导师就提到，这样无自性的空呢，是涅槃的意名嘛？嗯，无自性，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空啊。有没有空？不是有双关的意义吗？涅槃真实跟虚幻不实。那这边导师要讨论的是涅槃真实嘛，所以就直接讲涅槃意名。有没有自性空跟无自性空？前面有讨论过啊，好像自性空才比较是属于涅槃真实，那么无自性空呢，好像针对虚妄不实要破斥的啦。不过也是可以相通啊，你破斥的这个虚妄不实，不就是涅槃真实吗？其实也是可以相通啊。大家前面可以再复习一下。好，现在空是涅槃，就是涅槃，等同于涅槃。那么在甚至通达当中脱落一切名相分别，一切不可说嘛，有没有？这个可以参考讲义332页，我们稍微翻一下332页，就是在讲最后一节，第三章最后一节，法空如幻。导师不是引用《大品般若经》卷24那段经文吗？是第一义，实无有相，无有分别，亦无言说嘛，有没有？所以对照一下，就是脱落一切的假名，就言说嘛，相就是相状啊，相貌啊，无有分别，就是没有所谓的思维分别，一切是不可说嘛，这个唯圣相应啊。落入言说，那就不是那个真实的境界了，它只是大概的描述那个境界了，是不是？你说，某个地方很漂亮，啊，你又还没，你还没去到那个地方，你根本就不晓得，只能透过别人的描述，大概约略知道了，大概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概念。那涅槃的真实意是不可说嘛？就像你还没有证到禅定，而人家跟你描述禅定的一个境界，那你只是概略的知道啊。你要真正入定，那才是真实的嘛。脱落一切名相分别，就是跟前面的《大品般若经》一样嘛，无有相，无有分别，亦无言说，这样，那才是第一谛嘛，是一谛的境界。般若经说一切法不可说，一切法不可说相，即是空。那这个空或者空相或者实相嘛，不可说嘛，也一样不可说啦。事法不可说，佛以方便利故分别说。你要说，因为不说的话，众生怎么没有一个方向啊，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观念。不可说而不得不说，依世俗假名说，那就称作空性嘛。就是世俗大家共许的语言文字来说啦，大家用这些语言文字，大家比较明白一点嘛，比较清楚一点，这样子。所以这个虽然语言文字是世俗的，但是还是要
要借由这个媒介嘛，借由这个媒介来说啊，不是有一种讲法说要重视这个什么，要惜字啦，好像儒家的思想也有倡导嘛，要珍惜这个字，文字的这个字，其实上面有写字或者是有印文字，就要珍惜，要尊重的意思啊。但是你说上面到底写的是风花雪月，还是杀盗淫妄这些，是黑色的还是黄色的，那就是一个问题啦。那不好的就是可以烧掉啊，好的当然可以留下来。万一有缘人看到了，也不错啊，可以改变他的一些知见观念嘛。那一些不好的文字呢，骂人的啦，或者岛屿增悲的呢，就不需要保留嘛。所以也是要看情况。那现在网络上的那些更多啊，还有假消息啊，那编出来的，那假消息也是有人相信啊，或者一些不当的一些资讯，也不是很好，自己要能够检择了，有没有？那就名为空性，就这个世俗假名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嘛，那我们就把它称作空或者空性，或者把它称作真如实际等等啊。那这是不能依名着相，不能把这个只是不能把这个文字语言当做就是真实的啊，你不能执着在上面嘛。它是一个重要的媒介，没错，但是你不能执着在上面嘛。所以中论的第22品《观如来品》就有提到，这是第11个偈颂，所以可以编22之11，这样就很清楚了嘛。第22品，第11个偈颂，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有没有空跟有？就是实际上的那个空，还有非空的那个实相也是不可说啊。共就是亦空亦不空，不共就是非空非不空嘛，也不可说。就这4句嘛，离4句绝百非啊。但为了引导众生故，但以假名说，这样子。好，421页，一切不可说，为什么要说是空呢？那当然是，就是要引导众生啊，来去入佛那个去向解脱嘛，去入佛道啊。引导众生就以假名来说，那些文字语言只是假施设啦，也不是真实的。好，底下为离诸见而说空，说空只是为了要众生远离那些错误的邪知邪见呐、比如说我见我所见嘛，常见断见等等啊，一见意见，就是这些。那假设取作为空呢，诸佛所不化，诸佛就没办法了。那假设连空都取作，那用什么来破你对于空的取作呢？那就空空嘛。引导众生的意趣，如中论卷二说：“大善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这是第13品，也是第13品的第9个偈颂，所以可以编13之9，这样就很清楚了嘛。你要找的时候，你先去找第13品。他、这样找下来是第九个偈颂，那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偈颂嘛。这一颂是依大宝基金，那么
里面有提到嘛，宝积经，导师也讲过宝积经这部经嘛，普明菩萨会了。宝积经是蛮大的一部经，好像全部有120卷的，有49会。那导师是把普明菩萨会那篇拿来解说。一切诸见以空得脱，那若起空见则不可住，就一切错误的这些邪知邪见啊，那可以用空来破除，那就得解脱嘛。那你如果对空，这空在加以执着，若起空见的意思就是对于这个空的执着了。加以执着，那就不可。那你怎么去除掉这个对空的执着呢？是比较难的啦，不是完全不可以啦，因为无自性嘛，所以还是可以，只是说那个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啦，难度会比较高，因为一个人的观念通常有时候。久了，那就根深蒂固了嘛。他就已经觉得，哎，就是这样。众生迷浊无明，根本就是迷惑颠倒的根本啊。那当然，迷惑颠倒的根本当然是无明嘛。那无明的根本又是什么呢？就是我见跟我所见。所以。一切见的根本，可以说就是我见跟我所见了、或者称作沙迦耶见，有没有？从阿含经以来，无我，我所空，就是无我所了。那我跟我所都是空，那么沙迦耶见为是一切烦恼的上首嘛，因为沙迦耶见主要针对我们有情的自身啦。那如果自身以外的叫什么见？不再切入我见吗？是不是？就跟它扩大一点，就不再切入我见。再扩大一点，就一切法嘛。那么能够破除或远离我跟我所见，就是远离一切见而得解脱啦。为了离见而说空，那如果取着于空，那是以药治病，药又成病啊，那就很难把病治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角注65》，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这是第43会嘛，那里面就提到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出。假设譬如药师受药，令病扰动啊，医师受药，医师帮你诊断之后开药啊，那药你吃下去了，那病就会可以治疗你的病嘛。是药在内而不出者，曰呢？其实病已经好了，那假设你还继续吃，那也是问题啊，或者没有把它代谢掉。那累积在身体也是会有副作用啊。于银河是如是病人，您得菜否？不也是尊是药不出其病转真。如是假设一切诸见为空能灭，若起空见则不可除。不是完全都不可除啦，只是需要更大的力气啊。好，所以。这一会的重点是什么？就两句话：不着空见，兼说声闻的宝积经，那指的是普明菩萨会啊。就是说他，他当然这一会有提到很多重点啊。那其中一个蛮重要的重点就是不着空见，空见不可着啦。另外，在后半部也有提到一些声闻菩萨的心法，所以叫做兼说声闻嘛，兼说声闻道。前面是大圣菩萨道，
然后后面还有加上一些声纹套，这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好，空相应是第一相应，那对于空相啊，语言文字也不应该执着。大智度论解释空相应名为第一相应说，这个是大品般若经的卷一啊。大智度论解释空相应名为第一相应，那他怎么解释呢？空，龙树菩萨这么解释了：空是十方诸佛深奥之藏唯一的涅槃门，更无余门能破诸邪见细论，是相应，就是空相应嘛，不可有坏，不可破，是故名为第一。他既然能够破除一切邪见，能够让我们得解脱嘛。能够进入涅槃，那当然是最殊胜的。那这样的空相应呢，它是不可被破坏的，所以我们称作第一相应。那如果能够被破坏，那就还有比它更上面的法来破它嘛。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无上的法了。不可破，不可坏。那个进行品前面不是有10个云何吗？云何的无过失生于业，云何的不害生于业。接着就讲到云何的不可毁生于业，云何的不可坏生于业。有没有一个毁，一个坏？那这边就一个破，一个坏，意思是差不多了。由于解释般若经，当然会着眼于脱落名相的空义。那大智度论也一再的说到这边，说到这一点：法空中亦无法空相，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法空相啊。就是他加一个无，表示说，你要破斥那个的实在性啊，破斥他的自信嘛，是不是？那在世俗言说，还是要说我空法空啊。但是法空跟我空的真实意是无自性，没有一个实在性嘛。汝得法空，假设心执着故而生是难，一切皆无。一切都没有，完全都没有。那是法空，诸佛以怜悯心为断爱结，那。除邪见故说空嘛，爱主要是情感意志方面，有没有？那邪见主要是知见方面，那不是知情意吗？爱主要是情跟意，那邪见主要是知见方面的知情意，这边就是知情意方面错误的部分，还是要除掉嘛。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正确啊，有没有？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呢，那有时候古代的，就是后面的理论就可以超越前面的理论嘛，前面的观念呢，是不是？世间法都是这样啊。421，欲令众生得此毕竟空，远离浊心。这个都是引用《大智度论》的里面的文哦。毕竟空，但未破浊心，故说非是实空。有没有？然后这个讲空，或者讲毕竟空，或者内空、外空等等啊，也都是破我们的执着嘛，不是真实的一个。有一个空相可得啦，没有一个真实的空可得。如执是比丘高声举手唱言，众皆寂静。就是大家在一起有时候很嘈杂嘛。那这个执事比丘又叫要让大家安静下来，就说：大家安静，是为以声则声，非求声也。就用这个。
大家肃静或者大家安静的这个声来遮止其他的声音吗？那你说大家安静而不是一个声音，那这不得不啊，不得不讲这一句啊。以是故，虽说诸法空，不生不灭，泯念众生故，虽说非有也。虽然有这个语言文字声音出来，但是它也不是真实的啦，也不是真实实在的。好，是以子子曰喻：诸佛贤圣为凡夫人说法，而凡夫着音声语言，不取圣人意，不得实意，不得实意故，还于实意中生取着。就是对于圣人的一些开示引导，那假设你没有掌握他的真实意，那反而会在这个语言文字上升起执着啦。重要的是你要能够体会到他的真实意嘛，而不是在语言文字上这边计较啦，或者执着啦。当取说意，莫作语言，就是应该取的是什么？哪个部分？就是言说当中的真实意啦，而不是着于语言文字吗？所以禅宗怎么样？禅宗的祖师他各有手眼嘛，他就利用这个什么棒喝或者三言两语就让你开悟。有的用棒，有的用喝嘛。啊，但不是用棒要欺负你，或者是要打你。啊，他也不是用喝要来吓你啊。他觉得你可能在棒喝之下可能有开悟的因缘，他才会用嘛。不然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又是棒又是喝。你如果用不好，不是结恶缘吗？是不是？他不但没开悟，反而跟他结恶缘，那又何必呢？是不是？龙树的宗趣以离见而契入空性为宗，当然是要离一切的邪见、邪知、邪见嘛，那当然要契入空性啊，为他的宗旨跟意趣，所以。这个中论也不长啊，但是你不一定每一品都懂啊，但是你总要懂一些吧，你不能说完全都不懂吧，是不是？那重要的总要知道啊，观因缘品啊，观三相品啊，观四谛品，观法品，观业品。有没有老师就帮我们整理出重要的七十个偈颂啊？本来是差不多500颂，整理成七十个偈颂，那七十个偈颂算重要的、啊，所以叫做选颂。从500个偈颂当中选出七十个，就选颂嘛。老师有针对这个选颂，那七十个偈颂解说啊，也是了解中论的一个方式嘛。重点里面的重点，其实中论都是重点了、啊，但是重点里面又挑出七十个偈颂来解说，这也是很方便嘛。般若经是重于观行啊，这个行就是观行啊，可以这样来看、啊。当然也包括广大行啊，观行比较针对甚深的知见，甚深的这个。涅槃来观嘛，那广大行就是菩萨行、菩萨道的部分，这边主要是观行，指观行的部分。中论也以观一切法，有没有提到这个观嘛？观一切法，离见就是离一切见，或者破斥啊，破除一切的邪知邪见，而契入空性为宗。为他的宗旨意趣嘛，
受到后学的推崇，探究发扬成为不同的派别，就是所谓的中观学派嘛。有些是说中观论派啦，瑜伽行派，那是论是没错啊，但是这个论的用意也是要我们去观的嘛，去行的啊，去行这个观行的、你不要看到中观论派，那你就觉得他不如瑜伽行派，都是要修行的啦。只是各个系统它论的方式，它的主张不太一样，对了义不了义的主张嘛等等，还有道次第的主张也不尽相同，都是要趋向涅槃的啦，趋向解脱，趋向无上菩提嘛。从分别善巧辨析经验来说是有大功德的，善巧的来分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太正确不太圆满的，有没有？你说有部很多也是可以啊，也没有说完全都不能用啊，但是你就认为一切法都是实有的这个观点，那是不是就是有问题进步等等独子部。好，所以这个不容易啦，这个首先要知道对方的问题啊，你连对方的问题就是其他学派的问题都看不到，那你连这个问题都看不懂看不到，那你说那没办法往下啦。你看不到有时候就会认同他嘛，是不是？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那你说要怎么看得懂那个问题，能够把那个问题发掘出来，那也要相当的功力啊，是不是？阿含经你总要弄清楚吧，阿含经的根本中心思想、根本教义总要弄清楚，部派的中心思想教义也要，他的理论也要弄清，要大致上要知道啊。那都弄不清楚，那你拼哪一点去跟人家破斥？人家还要破你呢，你要破人家，是不是？你自己的立场要能够站得住、站得稳啊。站不住、站不稳，你都谈不上啊。但如妄思教义，专在论义上辨是非。假设说那个没办法体会真实义啊，龙树论的真实义，或者佛陀的这个本怀，佛陀的真实义，那只是在语言文字上呢，在那边吵来吵去，那就恐怕会失去龙树论的一个宗旨跟意趣了。就是说刚开始还是需要这些语言文字啦，但是通达之后就要能够超越，能够证得那个真那个实相比较重要了，证得那个空性是比较重要了。也就是说导师这一段最后一段的重点就是提醒我们怎么样要破自己的自信妄执啦，不是去破别人啊，破别人的这种错误的邪知邪见当然也是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自信妄执有没有破呢，那才是重点嘛。所以基本上佛法的修行人应该怎么样，就是要看自己啊，不是一个眼睛一直看人家的是非对错好坏，
当然，这些是非对错好坏，你看清楚，那是可以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子啊，因为错误的部分不要再犯嘛。那最主要的是自己的虚妄执着，自己的自信见有没有破，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嘛。啊，能够搞清楚重点在哪里。好，接着我们进入下一节哦，第四章的第七节，中道。前面已经讲过了，缘起、假名跟空性嘛，那最后一个不就是中道吗？是不是？那这边当然就他的科判是，就是把这四个重点列出来了，但是他的后来的科判呢？就会更清楚，有没有讲座的这个？抱歉哦，应该是 PDF 档。诶，这个是第二章、第四章的第一，看一下。到最后我们已经进入第七节了，有没有？第七节是中道。那这个中道呢，它包括两个部分，中论与中观嘛，有没有？我们前面不是讲缘起是八部的缘起嘛，那假名呢是受三假里面的受假嘛，那么空性是无自性空嘛，无自性，用无自性来形容这个空，龙树论里面的空。那你看这边科判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段啦，前面这一段它是怎么下科判，以无自性来贯通阿含经的缘起中道，还有般若经的空性跟假名，是不是？因为这个后面会提到，后面有个表。好，那导师先引中论的这一品第24品，观世谛品第24啊，所以这是第18个偈颂，所以在这个偈颂的前面，中因缘生法这个偈颂的前面要怎么标？24-18。其实如果更详细一点，可以假设说观世谛品有40个偈颂好了。就可以怎么标？24-18，然后一个斜线40，有没有？它是40个偈颂里面的第十八个，那就更清楚了。可以这样子啊，然后各自去标示都可以，起码第一个要先标出它的第几品，那后面就是第几个偈颂嘛。在缘起即空意识讲明之下，接着说意识中道义嘛。那先提到阿含经的缘起中道，上面说到中道的缘起是阿含经所说的嘛。那这个在第二节有没有中道的缘起？讲义355页，我们稍微复习一下，355页。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嘛，355-356，就是中与阿含经的关系。我们356页中间不是有个星，那个星号，以八部说明中道的缘起说嘛，渊源于杂阿含经，这是不用怀疑的嘛。八部是龙树论。那中道的缘起说是杂阿含经嘛，有没有？那么接着提到般若经的空性跟假名这两个语词嘛，那般若经的特色是但有假名并无实义嘛，那本性空还有自性空，那也就是假名跟空性啊，所以但有假名，那个假名把它圈起来，本性空那个空圈起来，自性空圈起来，
老师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布尔金特色他在假名跟空性，他以这两个为主啊。他是以假名跟空性为主要的，对，也会提到其他的，但主要是这两个。自性空是就生意空性来讲的嘛？有没有？自性空相对的不就是无自性空？那无自性空主要是针对世俗那个虚妄不实的那个自性来说的。所以自性空就是就圣意自性来看，那如果以空性，那就是圣意空性嘛。那无自性空是就世俗自性，也就是世俗缘起假名有这样来看。好，424页，道中满般若末后阶段才以从缘和合生无自性来解说自性空。有没有？从因缘和合，那一定是无自性嘛？那么无自性就是空，也是假名，这样子。所以自性空，好，一样是以空来做表达嘛。好，如是无自性空贯通阿含经的缘起中道与般若经的空性假名嘛。自性空有了无自性故空的意义。也是龙树菩萨那么来融会贯通嘛，而说出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一为是假名，一是中道义，可以说是大乘佛法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偈颂啊。包括我们中国很多宗派都一定会提到这个偈颂，不管华严啦、天台啦等等。那三论更不用说嘛，还有唯识，有没有也都会提到。好，接着讨论般若二边的中道，这个部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421页般若二边的中道嘛，先看阿含经的中道，45页，中道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唯一原则。那这个佛法也包括声闻佛法啊，跟大乘佛法，一切行、一切知见、一切行为、一切知见，那这当中最正确、最恰当的就是中道。哦，那么中是般若二边的嘛？所谓二边。就是指错误的啦，偏执的啦，是不落于偏邪，也不落于极端，所以这样看来，中是正确的意思嘛，恰当的意思，不是两边加总起来除以二啊，不是这样。那中国不是有中庸之道，也不是那个中庸之道嘛？那中庸之道又是什么？好像比较属于一种折中的方式，是不知道这个要看一下。过犹不及，过犹不及啦，太过跟不及，那也都不对，那就去。对，他主要是没有缘起的，对，对对对，没有提到缘起。但是这个也是可以用啦，不是不能完全都不能用，只是说他没有把这个中庸的中的真实意把它发挥得很透彻嘛，一定要讲到缘起，讲到性空才能够透彻啊。那没有联系连结到缘起性空呢，可能是还可以啦，但是没有那么圆满跟究竟啊。你说我是中庸啊，他也说我是中庸，到底哪个中庸才对呢？是不是也都是会有问题啊？那各说各话嘛，是不是？好，先讲行的中道，
这行为的中道，以行来说，当然就是离苦乐而别嘛。还有所谓平等，心住平等的这个中道，在《中阿含》的169经，这部经叫《拘楼述无增经》，里面提到，单着于庸俗的欲乐就是一边嘛，那么无义的苦恨也是一边嘛。你说单着欲乐，那不是跟凡夫一样？啊，修那些没有意义的苦恨，那也不对吧？离舍二边只有中道，中道就是八正道、八圣道。那八正道当中，当然要以正见为前导嘛。那就跟智慧有关了。拘楼述无增经可以参考角注9。另外般若二边导师在中观经论也讲得很清楚，稍微看一下角注8卦无一，导师中观经论怎么讲，正见缘起的中道为释迦本教的中要。有没有缘起的中道或者中道的缘起都可以了，不苦不乐是行的中道，不有不无等是理的中道。那不有不无就包括不长不断嘛，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来不出等等，这是理的中道。这仅是相对的区分而已啦。那实际上行的中道呢？那以正见为先导，不就是包括了这个物理的这个正见吗？正见中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落苦乐两边的前本论。其实不管是苦行或者乐行啊，它都是以情为本啊，不是以智为本。那真正的中道，那是以智为本啊。同时物理就是正行的一个项目嘛，就是说这个理的中道也是行的一部分啊，或者是说行的那个首要啊。你行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见，你行就会偏差啦，是不是？要行之前总要搞清楚状况吧，你不能盲修瞎练吧。但是很多人假设你不重视这个理的话了，或者是你对于文思的阶段不是很重视的话，那有可能会偏差了。所以这个上课就很重要嘛，或者听闻听，不是要亲近三世听闻正法吗？才能够如理思维，法次法相啊。如法修行嘛，正念缘起贯彻自利利他的一切正心，有没有？自见还有行为，那这二者是相依相待，不可或缺嘛。你不能光有正见，那你都不去做，那两个要相辅相成嘛，相依相待。依于正见缘起，能离断常有无二边的细论，发为人生的实践，那自然是不落二边的一个中道嘛，包括苦乐啦，或者是常见断见等等。底下新空学探员又提到，好，看426页，这一教授，这个教授就是中道。离苦乐边的中道的一个教授，这样子的开示啊，是多种经跟律所提到的。那像五分律也提到，五分律怎么讲？角注10，世间有二边不应清净，一者贪着爱欲，所欲无果；二者邪见苦恨，无有道基。邪见苦恨，无有道基，
随时耳边变得中道，习见苦行，就是一个是欲，着于欲了，一个是常认为苦恨才对，这样子。嗯。习见苦行，他可能是说，我有其他的道，他就坚持要苦恨就对了。他认为苦恨可以消除他的业障啊，或者是可以让他成道嘛，能够解脱，那就是问题了。好，接着提到不急不缓，心住平等的中道。急就是太急，那缓可能就懈怠啊。其实太过精进跟太过懈怠也都不行啊。对啊，你是要精进，但是过度的精进有时候会怎么讲？会落入掉局之类的嘛？啊、嗯。如佛教化、佛陀教化二十亿耳，这位比丘怎么讲？因为这位比丘怎么样？他可能觉得应该很精进、很用功才对，所以就可能在身心上没有调得很 OK， 所以就会出一些问题。就说这个比丘觉得要这么精进，应该是可以很快的得到啊，很快的有消息啊。结果弄了老半天，好像也就差不多，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什么进步。那佛陀就要跟这位比丘来做开示嘛。啊、嗯，因为这位比丘在出家的时候是会弹琴嘛，那导师就用这个弹琴的情况来跟这位比丘来说明，弹琴调弦不急不缓，适得其中，唯有和音可爱的音乐嘛。所以第一个极大精进念心，就是会掉举嘛，会散乱。第二个不急精进，因为心会懈怠嘛。是故汝当分别此时观察此相。这个叫《中阿经》卷九或者《中阿真实部》都有提到，修行也要适得其中，是要观察自己的身心，善巧调整的。如念经呢，不能一向古背，一向随想，一向俱舍，而是要一向就是只有这个啦。你要练。打铁或炼金哦，你一直吹风，古贝就是那个风箱嘛，一直吹风，或者一直用水来洒，啊、哦，或者是，那也不吹风，也不水洒，也不对啊，而是要怎么样直举或者平等舍，就是该修止的时候修止，那修观的时候修观嘛。脑该稍微提振精神就举嘛，有时候昏沉的就要提起精神嘛，有时候掉举了你又要专注一点，不要心那么散乱了、啊、随时适当处理的，这才能够心则正定，静住有漏，这是要适度的调整啊。所以去打禅七有没有？禅三或禅七等等，或者禅一，都要除了坐香之外，打坐之外，还要起来精行啊！啊，精行完接着坐，就坐完坐一段时间起来精行，身心要有一个动静之间的调整啊。
除非是你是修常坐三昧，那就一直坐；或者常行三昧，那就一直走，一直走。那是比较特殊了。一般的情况下，两个动跟静要调配啊。如果一直修静的、静止的、静态的，那有部分就一直动，一直动，动静要能够调配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色身，你就是要调整嘛。你打坐久了，你那个，除非你有那个功夫，可以一坐好几天、好几个小时，那是特别的情况。否则一般人都还是要动静去调一下，这个调身跟调心啊。好。因此，修行成就无相心三昧的，是不永不没。不永就是不高举嘛，跟昂扬；不没就是不沉默，就是不低不昂啊。默是低嘛，永是昂嘛。那么心住平等，就又有一个适度的平衡。好，十二七页，这一原则应用于之间的，就是处中说法的缘起嘛，或者叫中道的缘起啦。如来离二边处中说法，离开极端啦，也可以说离开错误啦，正确的那个中道的缘起，缘起法不落二边，这两二边包括一啦、断常有无嘛。或者来去等等，正确而恰当的中道，是不是折中？不是两边加起来除以二，也不是模棱两可。好像这样子也可以，那样子也可以，又很确定、很肯定，更不是两端的调和，而是处理种种邪见、熄灭一切熄论。就是要远离邪见嘛，熄灭熄论。好，428页，《般若经》的讲明空性，是对缘起中道说的一个充分阐明。就是说，意思都是可以相通的啦。《般若经》讲明缘起中道，中道缘起，那。透过般若经的空性跟假名，其实就可以很完整、很充分的来说明中道缘起或者缘起中道。这一原则去观察般若经的但名无实，就是假名嘛；自性即空，就空性嘛。只是缘起中道说的充分阐明。那么缘起法为什么是中呢？底下就说明。这个理由，因为缘起法是无自性，那所以但有假名是无实嘛？无自性是无实在性啊，而假名不是无实在性吗？好，第二个，缘起法是无自性，所以即是空，因为自性不可得嘛，我们就把它称作空。那么空，那。所以它自然是无自性啊，所以是假名的缘起，有没有无自性？那当然就是缘起，那这样的缘起也是假名的缘起啊。那么假名的缘起，所以能够离开种种的邪见，那趋向这个空寂性嘛，可以证得这个空寂性。可以证得这个空性。中论的八个中道啊，是主要就两个重点了、世俗缘起假名有，圣义谛呢是毕竟空。以假名即空，那么心空为名来说缘起的中道。那中道是离两边的，也就是中论所说的八部。
怎么样讲名即空，那就叫性空为名。那不是有大圣三心吗？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吗？就是说用性空为名是很贴切的啦。因为中观宗中观学派啊，这性空为名系嘛，或者是用性空为名论，用论来代表这个学派的主要思想。那中道是离二边的，也就是中论所说的八部。八部不就也是离二边吗？不依不依，不长不断，不生不灭。一中道，那这样的中道是什么样的中道？八部缘起的中道，那也是假名嘛。一中道缘起的八部，八部的缘起，缘起的八部，缘起，那我们可以说是假名，那八部可以说是空，那不就是两边同两边吗？那么用八部的缘起来形容这个中道，或者八部的假名来形容中道，那就能够成立四处地当中四处世间的一切法嘛？有没有？因为透过缘起啊，透过假名，那么不是可以来成立、来说明这一切法？那如果是用八部来形容中道呢，那就不落诸见嘛，能够契合这个真实义，就生一地嘛。所以导师就把它整理了，整理成这个表，有没有？左边是缘起，右边中道，那上面是空，那下面是假名嘛，有没有？所以我们先看右边，右边不是中道吗？那它不是连到自性空跟假名有，有吗？那它不就是贯通，贯通的这个自性空跟假名有，是不是？那缘起透过无自性呢，它就是空嘛。那缘起无自性，那要成立世俗的一切，那就是假名有嘛。有没有？所以也就是说，这四个语词透过无自性，它其实都可以相通啊。有没有？这个缘起，然后虚现无自性，它在虚现。不是就是中道吗？是不是缘起无自性？那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道。那么缘起无自性，那往上就是自性空。那缘起无自性往下就是假名有嘛？对，那都是可以相通啊。那自性空，那当然就是缘起嘛。那假名有，那当然也是同缘起嘛。所以从左边这边看过来，缘起就是同，不就是同空跟假名吗？那中道一样嘛，这样都可以彼此融会贯通了。也就是说，自性空我们是要说明圣义地真谛的，那这个假名有是说明俗谛的。那这样子的话，那缘起之前不是说通两边吗？黄灭的缘起呢是自性空生一地，那流转的缘起不就是四俗地假名有这个部分吗？
也是同两边嘛。所以透过无自性这四个意思都可以就做一个贯通。那你说上面的自性跟下面的自性有讲明有是什么关系？有没有？没有，上面的是圣义地，下面是假名有。上面那个自性空是圣义毕竟空啊，那底下是世俗假名有，或世俗缘起假名有，所以他就没有用线来连接三跟四嘛。我们假设缘起这边标一，那中道这边标二，应该是我们二可以标空嘛，那假名标三，那中道标四，我们就照着那个计算的顺序来标好了，有没有？一可以跨两边自性空跟缘起有，这没问题嘛，是不是？那中道呢？也是跨空有两边啊，是不是？跨真谛跟熟谛啊，这个没问题啊。但是空跟假名有，这个二跟三呢，那一个是真谛，一个熟谛，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嘛。但是就那个计算来看，如果通达空性，那这个空也是假名有，可以其实也是可以通嘛，是不是？那这个空也不是真实的，也是假名有。那通达那个这个空，当下也是中道义，这样子。也就是说，它这个自性空的二跟缘起假名有的三，它通过无自性一样是可以用虚性来连起来啦。就像缘起法跟透过无自性跟中道连接起来的意思是一样的，这样了解哦。就是说真正证得实相，那两个不是空有无碍吗？但是还没有证得实相之前，生一地是生一地啊，熟地是熟地啊。这样子，那无自性为什么用虚线呢？你说无自性的两边用虚线，那为什么不用实线？对呀、啊，像缘起自性空跟假名有当实性嘛，这没问题吗？缘起嘛，不是也是无自性吗？对啊，缘起是无自性啊，那空那也是无自性啊。那假名有，那当然也是无自性啊。所以其实这个重的部分也可以用虚线啊。那至于为什么不用实线，那可能还要再想一下，为什么实线跟虚有应该是有差别啦，这个大家再看想一下有没有更合理的解释？那上面就讲说缘起法是无自性的，所以是所以但有假名嘛，但有假名嘛，对啊，所以就连到假名嘛。他说缘起法也是无自性，所以解是空，所以上面也是连到空。所以最上面跟最下面其实也是同一个啦，也可以用虚线或者实。这是讲明的缘起嘛，也是可以通过来嘛。实现虚现，其实也可以都用实现也讲得通嘛，是不是？那缘起不就是无自性吗？对啊，中道也是无自，八部中道
都全部都是无自性吗？这个可能还要再想一下，我再请教一下那个有比较了解的。因为导师他之所以用实现或虚现，可能有他的用意啦，只是我不解啦，从上面那些解释来讲说不过去啊。不是，应该有他的用意。他的用意可能主要是凸显这个中间刮胡那个无自性啊，有没有？他把无自性框起来，有没有？刮起来的意思就是说，通两边嘛。啊，自性空不是也是通两边吗？没有，无自性这个刮胡起来，然后用虚线，假设我们也用虚线把自性空。连起来，只有说空有，因为二谛只有说空。空有，对啊，空是生一谛嘛，有是熟谛啊。无自性是无自性，无自性是一个关键呐。那这边可能导师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无自性是关键，但是要证的无自性。才是重点哦，了解吧？也就是还没有证得无自性之前，那就是虚的嘛；而你证得无自性之后，才是实的嘛。那你本来就是自性空啊。那当自性空是自理论上的说明啊，但是真正有没有证到自性空，证到这个无自性？只有真正破了自性妄执的话，那才是真实达到所谓的空性。无自性会不会是龙树菩萨自己创造的名词？对呀，因为他并不在阿含，也不在那个。有啊，布尔金不是有提到自性空与无自性空吗？有没有第七节啊？第七节就讨论到自性空跟无自性空，那么龙树菩萨一定是在融会贯通的阿含跟波若之后呢，那他就二十四页的第三行就是写龙树无自性贯通阿含跟圆觉空法，那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对啊，名词是龙树菩萨强调的。他强调的呀，但是强调，但是在两边来讲，可能都不是用，并不强调这件事情。他所以变成说无自性呢，他把它用括号起来。对啊。因为他在解释般若跟那个阿含嘛。他是以这个为核心来解释。对啊。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它变成虚心又挂好。嗯。假设。无自性，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嘛，空无自性，然后破除自性执嘛。所以，其实龙树论它的立足点其实是阿含的缘起啦，或者叫中道的缘起，也就是说。龙树他的理论基础是站在缘起跟中道，但是他又要会通波尔金的空跟假名，那这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叫无自性。透过这个关键的无自性呢，他可以把横的这两个还有重的空跟假名把它串接起来了。其实比较完整的话，应该是无自性上面还是一样，要有个虚心达到自性空嘛，有一个虚心达到假名有嘛，这个是不是比较完整？是不是这样？但是导师却没有画出这个虚心，这个就大家可以慢慢来思考一下，可能导师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啦，可以的。
因为已经点出了无自性的这个重点，重点就是在于无自性嘛。所以只要能够证得无自性，哇，那这四个四通八达嘛，都没问题。证得无自性，其实就是证得生命的空性，那也是证得缘起法，它的幻灭的缘起嘛。那当然也证得中道义嘛，是不是？所以从最右边看过来，就是这个中道是贯通空有两边才是中道嘛，贯通了自性空或者毕竟空或者假名有。那缘起法一样，真正的缘起法也是跨两边嘛才完整啊。流转的缘起就是假名有啊，有嘛，而幻灭的缘起不就自性空，是不是都跨两边？但是如果依范文来看的话，通达这个空性，那它当下就是假名跟中道，那他也说这个空也是应该连接到假名跟中道，乃至缘起嘛。就是说这四个名相当中的任何一个，它都要通到其他三个啦，是不是？都会通到他们到其他三个，但是导师这边却是用虚线来连接缘起跟中道，那其实也就可以用虚线连接空跟有嘛，有吗？那如果能够连把那个虚线补起来，那不就是一个就是通达了三个，有没有？你从任何一点画出去都是通用三个啊，有没有？缘起也是通三个嘛，另外三个，而中道也是去通另外三个。那其实如果以空性来讨论空性的时候，它不就是也通达缘起、中道跟假名有吗？而假名有也应该通达到空性跟缘起跟中道啊，那是不是比较完整？可能导师认为这样子就可以了，其他的地方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是不是今天你自己要去把它补足还是怎么样，就自己会去解释啊，什么都要靠导师，导师难道没讲你就不会去就讲一段做一段当然可以补充说明啊，是不是？对啊，你看，老师的意思是有实力有虚的，有挂号也没有挂号的，对，虚虚，虚虚实实啊，对，这世上就是这样啊，虚虚实实，对啊，怎么样由虚转为实，由希望的转向实际空性。转向真实，那就看大家的功夫了嘛。你没有功夫，暂时是实现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如果有功夫的话，你虚现也无妨啊，对不对？或者没有现都没关系。好。问题是要了解说导师他的意思是什么？对啊，所以就大家就有一些想象的空间嘛，对不对？不要把它说死嘛，这样才会想象的空间呢。对啊，就像那个政治上的那个，不是说九二共识吗？到底是什么样的共识？这样就各自表述就好了嘛，反正要有个模糊空间。不要说死，这样大家好谈。你说死的，你都已经说死了，还谈什么呢？对不对？就留下一个弹性空间，大家慢慢谈啊，是不是？好，接着提到二谛跟中道这边的关系。
重点是二谛啊，二谛是四祖谛跟第一谛嘛。那么导师再从中本般若就大本般若经的后分也有提到这个二谛说嘛，这个在角注十七都有把它找出来，包括道术品、四色品、实际品、虚竹品等等。好，49页，中论也是以二谛来说明佛法。哦，有没有？就是诸佛依二谛为中心说法嘛。那当然，一个是属谛，一个是真谛，第一谛。若不依属谛，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得不得涅槃。这个是观世谛品。找一下看是第几个偈颂啊？佛为众生说法，不能不安立二谛。如果没有相对的恶，那就一切不可说了，那就不用说了，那你们自己去悟。那你有办法自己去悟吗？那还是有困难嘛。没有几个有那种根器啊，无私自悟的。如世间众生所知那样，确实如此。就是世俗谛，就是指世间共许的那个部分啦、啊。然后勉强来说，加上一个谛啊，实际上谛是死的意思啊。那世间怎么是真实的呢？世间真实就不需要佛法啦，佛法的引导啦。谛是不颠倒啊、哦，或者如实真实的意思。第一谛就是一谛嘛，那是圣者所。共振的所共知的、哦、或者甚至所知的那个真实意嘛，所共的要正德的啦，你大家共同正德，那就是第一谛嘛。所以不是有理合跟四合六合境，理合就是指圣一谛啊，大家理和同证嘛，那当然是要同样证的空性啊，证的真谛嘛。那四合的话，那就是那六个嘛，六合境，不管是见或者戒或者力，有没有都要合啊？见和同结，戒和同修，力和同宣啊。那、啊、底下是身口意嘛，这样子。身合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悦等等。众生世间所知虽然共知共见，确实如此，但是在圣者看来其实是迷惑颠倒的，所以就生死轮回这样子。求圣意的佛法是要于世间一切法远离颠倒迷惑而通达真实意，出世的真实意啦，就是你要达到圣者转凡成圣，还是要在世间嘛，你只要把世间的迷惑颠倒去除，那不就是通达到世间的真实意吗？这是所以这个实意就指的是圣意谛啦，这是暗昧二谛的根本意趣，也就是透由熟谛来达到真谛啦，这样子后有四熟谛达到第一谛。然第一谛世间的这个名字啦，就是语言文字嘛、哦、所谓的相状相貌虚妄分别，它是没办法真正的表达啦，只能用遮显的方式来能约略的表达，所以说圣意谛如何还是要依着四熟谛来方便说嘛，是不是？圣谛是离缘觉相的、啊、离世俱觉百非不可思不可依，那你只是方便说了，所有的说法都是方便说，所以才会说说了半天没有说一个字啊，永远没有说法、啊、意思就是说那个东西是要为正相应的了，他说只是方便说，不是真实的。好，这边就举大品般若经卷14问相品第49，如是空性等相
是声波的波密相，有没有？包括空啊、无念无作、离啦、啊、等等、涅槃啦、啊。佛为众生用世间法故说，非第一，那是方便说啦。大智论卷四十二四集三篇第九有提到。若明自因缘和合无，则世间语言，就是没有这些语言文字的这个因缘的话，那就没办法来方便表达了嘛。世俗语言就是都灭，世界无故，地义地义无，所以还是要借着语言文字的方便啊，但是也不能着于语言文字啊。世俗地是众生迷惑所知的，虽是惑乱，却是重要的。就是迷惑颠倒，但是总是要有这个媒介啊。就像这一岸到到那一岸，你总是要有船啊，不然你也要有个桥啊。所以要有这个方便。我们方丈正是处在这一情境当中，所以要依止世俗地才能够表示。就约律的表示啦，约律的表示说，那这是第一地，啊，这是世俗地等等，才能从堪布世俗迷惘当中去通达生意地嘛。但是你已经到达彼岸，不能把那个船一直背着嘛，不需要的嘛。你到了彼岸，你就从船上到这个彼岸就可以了，连这个船也是要不能执着嘛。所以禅宗才会说嘛，怎么样？禅宗不是最要表达的就是不立文字嘛？有没有？不立文字，意思是不着于文字啦，文字还是需要啊。你那个棒喝不是立也是另外一种语言文字吗？是不是底下是因缘起于离边界，正确体见真实义，就是中道。依中院的二弟来观察龙树菩萨最著名的这个寄颂，就是中医人生法那个寄颂嘛。众生迷惑所知的世俗地，佛说是缘起，缘起不是俗术法吗？也是假名嘛。因缘起而可以离边界，能正确的体见真实义，那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中道了。但一般人不拜佛教者，不能如实的理解缘起，到头来总是陷入依实立假的窠臼，不能自拔。有没有？我拜佛教有部特别是这样嘛？等等，都是有一个有真实的有。这个真实的法不能没有了，才能够成立这个假我，就是假必依实啊。其实依实立假就是假必依实的意思。所以般若经说一切法是假名，通达自性空寂。一切法是假名，就是俗谛嘛。自性空寂不就是真谛、生义谛吗？那不就是二谛说吗？是不是？由俗谛来通达真谛，那就是二谛说了。中论一缘起立论有没有？也就是中论的立足点，它不违反阿含经的缘起嘛？它就以这个，它确实的能够把握缘起。缘起法即是毕竟空性，那就是第一谛嘛。缘起法即假名有，那不就是俗谛？是不是也是通两边嘛？这样的假有即性空，那性空也是不外假有啊，空有无外嘛。就是缘起离右边的中道啦。说缘起即空即假即中，那回声论也说缘起空中都是同一个内容。这个在角注二十四有引不调次第广论的这个部分，广论引回声论啊，而只是二谛说，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谛说不是龙树论义。因为中国的祖师有倡导这个三谛嘛，有没有？
空地、假地跟中地，那就不是三地啦。啊，其实二地说就可以了啦。导师在中论当中有批评这个三地说的部分哦。好，今天就先到这边。所以三月份我们看各位就进入大智度论的范围啊。